我们来看这个便当有多少个膳食纤维，我是指它的蔬菜。好，先归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把青菜拿进来。青菜的部分呢，我们把它放到这里来，还有把鸡腿移开。哇，这个是小黄瓜，花生，花生暂时不算哈，因为花生是以热量为主。玉米的话，我们也先算以热量为主，但是我们还是先把它算在这边。把这些玉米炒蛋的蛋先把它拿到旁边。好，现在测量是139克。